大家好啊！星期二赛马频道，今日系2022年1月25日。喺上个赛马日咧，喺沙田就举行呢个一级赛董事杯，由何泽尧策骑嘅金枪60只系屈居亚军，连胜16场就告终，未能够追平精英大师嘅17连胜纪录。头马咧系潘顿策骑蔡若翰嘅夏威夷夺得嘅。咁咧嗰场我有睇嘅，阿莫雷拉咧好似特登去封住啊金枪60。啊！但系封唔到，但系佢都令到金枪60咧就即系点讲啊？悭咗少少，即系行多几步噶啦，系啦。咁莫雷拉唔知系咪拉马之后咧，帮阿蔡就特登整死只金枪60啦。咁佢未能够追平精英大师嘅17连胜纪录啦。咁啊，而家听下精英大师嘅历史先，我哋嗱，我讲讲以前嘅精英大师嘅历史啊。咁咧算嗱啲馬王級咧，啊當以後金槍60千咧，每有20蚊以上嘅 win 咧。喂！啲人屌你老母1.3倍都買到1.1倍 win 喎，咪勾雞啊勾雞！戇鳩啊，係嘛？就係啲咁啊，私鳩啦，唔知點講馬會都係賠5毫子跑第一啊！我哋嘅老友豬仔啊，話喺 ECWin 行過嘅啫，屌你！馬會有贏梗啊！你要記住啊，會有贏梗啊！喂，啱啱咧，我特登同阿大炮叔咧就重温牛精復星贏精英大師嗰場喎，你講嚟聽下啦。我以前咧，我同傑仔咧就睇咗重温啊！我以前親自睇現場咧，嗱，無私意咧，真係係走位騎功。樣樣一步不蝕，贏鳩咗佢。嗱，贏鳩咗佢後咧，嗱我睇住咧，我睇住我哋嘅本地騎師啊，大哥大高東尼，一啲笑容都冇得面，啊隻面黑黑嘅，冇知係咩原因啦。你哋諗諗啊，啊真一啲笑容都冇，就係得牛精大師只馬子開心，開心都係榮幸啦，開心就跳起身嚟打馬場啊！咁樣每次顧東尼，唔知係咩原因啦，或者佢真係自己都可能都冇落到智話，或者唉，好冷啊！嗰次牛津福星啊，十幾倍，梗係啊對住精英大師啊，即係等啲乜嘢啊？嗱，夏威夷都十五倍啊，夏威夷都15倍啊，次熱門喎，都算冇啊！其實第三熱門14、15，係嘛？你諗下，仲係潘頓騎啊？你諗啊？阿時牛津大師都有10幾倍啊！你諗諗啊！啊，可能顧東尼會落到字啊，十幾倍跑翻嚟，黑字快面猛望無私意。我當時我有落馬場啊，睇大銀幕啊，哇！人哋講顧東尼真係啊黑字啊快閪面啊，又冇出聲，無私意，冇知做咩嘢喎，多好羨慕好意思咁，一路同佢解釋，佢又冇撚答噃。啊，我就講。阿電嘅歷史，嗱呢個世界啊，真係有時唔知點講，可能顧東尼咧都叫佢招氣，可能一諗佢唔會叫你拉住只馬啊嘛，諗唔到無私意咧騎到一步不蝕，一來啊無私意屬於世界級嘅啊，嗱我話嘅啫，但呢條撚嘅拉馬都好撚力嘅喎，力會力啊，無私意啲你講騎功係力過莫雷拉啊，真我可以係咁講，佢有時係拍字鐘明倫啊，拍字有啲拍兆雷啊，啲拍字大道理啊，啲級數啊，無私意舊時騎啫，乜即係喜念乜嘢啊？你都冇知啊！彪叔講嘅話，佢差啲跪落嚟再坐起身再上都有啊！即係有隻喜念嗱，太耐啦，見過咁即係喜念乜嘢？佢只馬想跪落嚟，佢再拉啊！佢啲騎功一坐再上。真係贏嗱，佢啲騎功真係一流啊！嗱，我講以前嘅歷史精英大師咧，就係咁啊！嗱，冇知做咩啊？我最記得顧東年面黑得翻嚟啊，贏頭馬贏大賽都面黑啊！冇知係咩原因？兩隻都係佢嘅馬，精英大師牛精福星啊！都面黑啊！啊，冇知係咩原因啦？你講啊！講完一小小段嘅歷史咧，先同大家講啊，馬會咧。一年唔知幾多日，去到2月3日星期四咧，都全部唔開。咁咧，全部要用轉數快噶啦，啊，咁啊過數嗰啲係啦。咁啊，而家俾下今日嘅心水啦，都冇乜特別嘢講啊，遲啲再同大家分享下其他歷史啦。嗱，今日梁大炮咧，就俾兩場又係啊，又係膽啊，我唔知咩啊，我買。啲人話你夜馬勁啲喎。夜馬勁啲啊，夜馬勁啲親咧就。
跟多啲啦，日馬就跟少啲啦，買少啲啦，夜馬就跟大致啲，啲少少。咁啊，嗱，我今日我再講講嗱，莫雷拉啊，應該都仲搏命嘅。企牙依家個個釘鈎住嘅，即係前世嘅，即係前香港啲馬迷記者係嘛，釘鈎住嘅馬會啲啲高層都釘鈎住嘅，可能都交代你，交代佢你冇咁。你冇再搞搞震啊！依家你係已經係問有冇得釘鈎嘅牌㗎？喂，可能企一啲，如果係真係再拉馬真，可能真係咁你停你一個月賽馬日嘅，你就死啦！一個月啱啱有八日，咁停你三十場。三十日再买人，你系咪死啊？四个月到啊？四个月系嘛？其如果佢再犯天条就挨啊！嗱，今次嘅冇办法啦，马会点补都补唔到啊！啊，应该莫雷拉啲马仲可以啊！啊，我估下应该今日莫雷拉，因为现在佢暂时未敢拉啊啊！嗱，今日我讲讲第二场，咁咧嗱，我又系你讲啊嘛。有時隻撚仔啲閪馬冇買咪得嘅，真係第二場仲係要騎六號膽，又響騎乘莫雷拉。啊，六號莫雷拉，咁佢繼續騎啊莫雷拉啊，我又好注意佢，經常注意佢，佢騎得贏嘅馬，佢繼續騎啊。最少啊，最啊一半一半贏，最少冇有 win 咧，都有屁啊，多數啊80%以上。啊，即係有 win 有 pay 啊，咁所以我第二場繼續要嘅啊，繼續要嘅啊，咁六號嗱、啊，你哋六號膽啊，連贏位置 Q， 你哋睇個點買啊？六號膽拖三號，日日靚，日日靚，田大安，方仔，啊只馬係上一次係又係莫雷拉騎，不過講下人哋講嘅只撚仔就騎得能陣啲啊，日日靚咁。啊！再拖九號啊，潘明威啊，因為咧啊，你咁撚中意買火車潘嘅，我企都得嘅，有時撞唔到佢啲馬咁啊，認命啦，係嘛？潘明威都得嘅啊，因為你拖其他，你冇理由拖潘頓啊嘛，潘係咪大二啊？應該一六係大二啊，應該一六我估啊，一六啊，大二你冇理由要條大二 Q 啊，大二 Q 馬未識到啊，跟住電視機啱唔啱啊？係嘛？係咪啊？係嘛？咁係嘛？再拖埋我啊，愛徒啊，幾多力啊？蔡明少愛逍遙啊，佢騎馬，佢跑啲2233咧，都經常嘅啊，嗱啊就咁。我估有邊個落阿長馬？我乜有邊個揀啊？係咪咧？有啲冷嘢，啲好似冇乜嘢啊！啲係嘛？啲黎海榮啲冇使買啊！佢跑出嚟，黎海榮勁勁啊！黎海榮嗱，佢跑出嚟你就當當俾利息啊！當俾你哎呀！你啲點唔知點講嗱？就第二場啊，六號膽拖三號、九號、十兩號，之后咧，之后又第三场嗱，阿长啊，又要田太安啦。嗱，上次啊，你买红色字啊，成日都系啊。咁你有时啲马，你买连赢位啊嘛，我咪系买独赢啊嘛。佢咪有 win 咧，有第二啊嘛。上次莫雷拉一直搭走三搭啊，嗱，叶楚航啊，就冇俾佢骑啊，干脆啊，佢阿次佢騎得能陣，佢係咪有啲做馬？我唔知佢有冇試，不過佢硬係走三搭，啊走三搭你啊嘛，翻嚟都係更勁騎，佢又衰啊死啊！你諗下有一隻極爽上次跑第四，人哋走位走得好，極爽啊！即係上次同神朗金剛跑啊，知唔知啊？坐車跑第。仲跑後過佢喎，我睇過啫。佢跑第四，上次人哋跑第五啊、第六啊，左切極爽，贏好輕鬆贏翻嚟。你諗諗啊，係咪咧？證明阿長咧，當時神勇金剛阿長嗰啲賽事好高，佢走三搭前位。今次抽二檔俾田大安要搏嘅啊。嗱，只馬咁好，葉楚紅咁睇起你，你再冇搏親咧，真係三哥冇做得噶，啱嘛？啊咁。嗱，阿长就拖二号，啊二号妙算腾飞，系又系
火车潘你外套呢个反应，同埋蔡明少就劲，我认为蔡明少依家劲，拖火车潘同埋拖九号。嗱，只马切闸先开十二档，因为佢冷冷地。雪卡之友豪永年啊啊，十二档都好，佢搏出嚟埋位快啲，咁系嘛？咁阿长我就冇拖莫雷拉啊，阿长啊，咁再拖十两号，嗱拖啲冷冷地啊，啊波件事精，波件事精啲赛头啊嘛，波件事依家冷门杀手，成日话波赛组合啊，组合啊，咁就拖下三只。嗱，咁特別神勇金剛，我認為真係前日啊隻膽啊最穩陣啊，即係仲穩陣過第二場嘅六號啊，即係佢二檔又係二檔，上次只極爽，哎呀跑見5566嘅，再切都贏啊！再講依家二檔又係咩嘢？阿只行阿只馬子行到不得行咧，未殺過頭馬啊，都係跑2233444，幾撚谷氣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哇，係喎，嗱，佢喺香港跑咗三季，而家五歲，全部未贏過頭馬噶，但係全部都係葉楚航，由52分一路去到而家37分啦。係啦。嗱，你谂下啦，应该就差唔多噶啦，即系依家降咗落五班嚟啦，再冇跑得就丢走捻咗啊！就嗌啊，知唔知啊？嗱，第三场就俾六拖二九十二啊，就拖二九十二啊，睇你哋买位置 Q 就得，单场就得过关得，我咧。嗱就實買啊，不過今日咧就拎唔到飛啊，因為今日馬會唔俾買飛啊。我今日冇俾買飛，嗱我咧都係買正負 Q 啊，嗱我都係買正負 Q 啊，啊不過睇啲臨場啊，嗱我買咗正負 Q 咧，我就臨場睇，特別係第三場就可能用加注。真係啊！嗱，神勇金剛嗰只係熱就熱啲啊，阿只馬係熱啲啊，最大嘅買100000有390000喎。阿只馬熱，使唔使勾雞啊？不過啊，有時啊，田大安只撚真係衰衰啲啊，明啊有好位冇走嘅拉出大外檔咁啊，撲街啊！有時又係衰人嚟。嗱，不過田大安咧喺我心目中都 OK 嘅，因為我見過佢嘅，我真係同佢食過飯。佢咧嗱，佢都話嗰時。同美麗全城跑啊！嗰次我話真係跑唔贏，佢好撚老實喎、啊，佢真係。佢騎功係差過潘頓同阿莫雷拉啊！啊，冇得講嘅。不過講今次葉楚航俾只好馬嘅嗱、啊，田泰安咧就係好搏命嘅人。不過我咧就係、是、有時走位啊，就有啲3344，即係臨陣少少係真啊！其實佢就計啊嚟講，佢直過。直過莫雷拉潘頓啊！哦，即係講佢拉馬嗰啲啊！哎呀，因為佢而家田大安騎師係冇再冇直嘅，趁作一踢翻毛里求斯，毛里求斯咪好發達啊嘛！打香港毛里求斯嘅發達，你識唔撚識噶？好撚多香港人去啊！起到啲字就得，知唔知啊？起到啲字就得，你知啊？字又得，揾錢咪好揾啊嘛！你知唔知啊？啊嗱啊梁大炮啊！嗱就係咁，你哋諗點買，由你哋，我就實買啊！甚至特別係第三場，可能仲再臨，我就買定嘅，啊買定嘅，再臨場，再或者大致啲，特別第三場啊，六號嚇啊，正負 Q 你買咩位置 Q 好啊，咩嘢好，連贏位好，你千祈冇飛嘅啊！就係咁嗱，講咗幾句啦，莫雷拉，你啱啱同我講嗰啲話咩？而家得罪曬全香港嗰啲人喎。嗱，莫雷拉啊，今日報紙啊，有啲新聞講啊，啊，我就睇星島啊、評啊、星島啊，同埋啊，同埋勁馬啊，同埋啲節節領先啊，啲馬味啊，哇！其實印象即係一鋪清袋，佢拉嘅啫。佢以前咧都俾人認為係覺得正氣少少嘅。正氣啊！嗱，今次啊，啲馬評家啊，啲報紙佬啊，啲所謂即係等於梁大炮以前啲執筆啊，執筆啊啲同事都講佢今次冇知做乜嘢，佢都冇減嗱，佢冇減上數啊，一匹清袋啊，即係人哋認為嘅嗱，老實啊，又正氣啊，笑容啊，乜嘢都好啊，係嘛？佢個笑容係幾好啊！全部當潘頓咁。好啦，我哋走啦，潘頓。啊，潘頓啊，啲樣啊，衰鳩鳩鳩屎屎啲啊！啊，不過佢梗係鳩屎啊，為咩鳩屎啊？因為馬會多數歐洲啊啲領導啊，
波帅澳洲帮，阿蔡都系澳洲嘅，系啊，咁点解唔俾啊？英加柏都系澳洲嘅，英加柏嘅澳几个啲大董，啲什么监督啊，都系澳洲嘅，所以佢咪屌澳洲人，梗系帮翻澳洲人啦、啊。潘顿嘅契格咧，佢有一次屌你老母个礼仪小姐，唔知乜捻嘢个屌鸠嘅礼仪小姐俾马会罚咗5000蚊。其实老屎啲啊，你老閪屎啊，我哋嘅，因为嘅澳洲帮势力大啲啊，你咪知啦，啲马会高层。都是歐洲幫嗱，係嗱，我就梁大炮就講到現在，依家留俾記者加多兩記嚇，啊就買二三場記者嚇膽六號兩條六啊！我依家睇都係二檔喎，咁撚企喎嗱，又響奇勝又係二檔。啊！神朗金剛又二檔喎，兩條六喎，都係啊！啊，你哋好啦，咁我最尾講翻你買咩俾大家聽啦。啊，嗱，最尾咧雖然買唔到真飛，但我電腦買咗啦，咁啊影俾你哋睇啦。嗱，記得撳 like 點擊廣告，建設性留言，社交媒體分享，訂閱我哋頻道，月費贊助，披床支持，俾條真飛你哋，係咁啦，拜拜。